刘宋皇帝刘义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君王？他北伐的梦想究竟能否实现？他面临的最大敌人究竟是谁？敬请收看《国史通鉴》系列节目第十二集《南朝北朝》。东晋末年，政局动荡，刘裕趁势起兵，不仅先后平定了盘踞在南方的诸多势力，同时也收复了关中的一些地方，最终用雄兵打下了刘宋王朝的江山。刘裕给后代子孙留下的，不仅有一个相对安定的半壁江山，还有许多像徐献之这样的不功之臣。这些大臣冒死，将最有才气的刘义隆推上了帝王的宝座。按常理说，这样的君臣之间将会是一片和谐，刘宋的朝政也会蒸蒸日上。但是在随后执政的时间中，刘义隆做出的一些事情却让人匪夷所思。那么刘宋皇帝刘义隆到底做了些什么呢？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在南方逐渐归为一统的过程中，北方又发生了些什么？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两晋南北朝篇第十二集《南朝北朝》。我们上一集说，徐献之等顾命大臣杀了已经做皇帝的刘义符，然后又杀了他的弟弟刘义真，把老三刘义隆扶上了台。这个刘义隆啊，就是历史上应该说有点名气的宋文帝了，他的年号叫元嘉。对于文帝刘义隆来说，能够继承皇位，可以说是徐贤之等人不顾灭门之祸，因为他酷似刘裕，认为他应该是个好皇帝，所以把他扶上了台。对于徐贤之他们的这种用心，刘义隆可以说是心知肚明，所以心存感谢。因此继位以后，有功即赏，让在这一次政变之中扶他上台的、立功最大的、做出牺牲也最大的谢晦，就是陈俊谢氏的谢晦，派到荆州接替自己荆州刺史的位置。这个我为什么要重点说？因为从东晋以来，荆州刺史是东晋一个极其重要的封疆大吏，地处上游，兵强马壮，民风彪悍，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占风水之先，甚至超过晋陵。所以包括王敦、桓温、陶侃、桓玄这一系列的在东晋有权势的这样一些著名人物都做过荆州刺史。而东晋的几乎每一次动荡也是由荆州发动的，所以刘裕掌权以后，特别是做了皇帝以后，这个荆州刺史的位置是给自己的儿子而不给外人。可以说刘义隆把这个位置交给谢晦，是破坏了刘裕的规矩，而给谢晦以极大的信任和感谢。那么主持那一次政变让刘义隆登上皇位的徐贤之，继续担任尚书令、录尚书事，这在当时是真宰相，同时还兼做扬州刺史，这是实权派的，并且由司空晋升为司徒，应该说是刘宋的最高的职务了，其他的也封赏有加。当然在这个封赏过程中，无论是谢晦，无论是徐贤之，都再三表示推让，再三表示皇上您坐这个位置乃是天意，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只是顺天行事。但是刘义隆觉得有功必赏，是
我们刘宋的家法，所以不管他们如何推辞，仍然奖赏他们。过了半年，曲先之等认为刘义隆的皇位也已经稳了，国家基本上太平了，因此他们主动提出辞职。刘义隆这一次也非常爽快地结束了他们的辞职，让他们复闲。那么这个举动让后来的人有诸多评论。我们先看一段，这一段是清朝著名的一位史学家叫赵翼，在他的《逆二史杂记》里面所做的点评。我们看而立帝他们是出于公心，毫无势力可言，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地位已经非常高了，他们的财富已经非常多了，他们伴君可以道同则合，道不同则去，我可以做一个安乐公，可以做一个游乐侯，完全可以不陪你玩，但是他们冒着灭族之祸干这种事，这是为了国家。如果到刘义隆接纳他们退休，君臣相安无事，应该说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但是刘义隆一方面继承了他父亲的身材和相貌，同时也继承了他父亲有善必报、有仇也必报的这么一种个性。同时担心什么呢？担心你们这些人，因为做了皇帝以后他就会疑惑，万一有一天你们认为我干得不好，是不是也对我下手？在这种情况下，刘义隆开始对这些顾命大臣进行报复，已经退休了的乡居的派兵进行缉捕，还没有退休的掌握重权的派兵进行讨伐。所以这样一来，赵翼所列的这三位，徐仙之、傅亮还有谢慧，徐仙之自杀，傅亮和谢慧被杀。所以通过这一次杀，我们再联想徐仙之杀刘义福和他的弟弟刘义珍，我们不能不想到当时出现的一个现象，或者说出现了一种风气，这就是一股戾气，或者说暴力之气。什么暴力之气啊？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过去，我们曾经说到过两次类似的善待，一次是曹丕代汉建立魏国，一次是司马炎代魏建立晋。但是被取代的前朝的君主都得到很好的保护，尤其是晋武帝司马炎，包括蜀后主刘禅，东吴的最后一个君主孙皓，在西晋都受到很好的宽待，包括东晋在内，你像樊文，他曾经废过皇帝、立过皇帝，但是不杀人；桓玄废了安帝，自己做皇帝，但是安帝仍然安然无恙，甚至连叛将苏峻还有祖约打下南京，也与皇帝毫发无损，只是杀了太后，因为他们认为那个太后的哥哥宇亮是他们的生死仇敌，如此而已。但是到刘裕不一样，刘裕我们可以算一算，在他北伐立威，在他建立刘宋的过程中，一共杀了四个皇帝。第一个
灭了蓝烟，俘虏了蓝烟的皇帝慕容超，送到南京斩首。灭了后秦，俘虏了后秦的皇帝姚泓，把姚泓送到南京砍头示威。然后在善待的过程中，先是派人暗杀安帝，然后又杀害这个恭帝，杀四个。如果加上桓玄，那个反楚的皇帝，那是五个了。而徐仙芝为了扶立一个老三，把老大老二杀掉。刘义隆为了巩固自己的皇位，对于这些顾命大臣进行猜忌，统统杀除。所以这个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都是不多见的。什么原因造成这股戾气？我们来分析一下，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和刘裕自己的出身和心态有关系。我们不断地在说，刘裕虽然有华丽的先祖，是汉高祖的后裔，但是到他这一代及其祖先已经败落，到他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街头混混了。通过冲冲杀杀，通过东征西伐，最后建立了自己的权威，做了皇帝。南方的氏族，北方的氏族，南方的庶族，北方的庶族，虽然畏惧于这种军事压力，表面顺从，表面屈服，但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那么刘裕攻下洛阳，徐仙芝还有死去的刘牧之不给他酒谢，未必不是这种心态的反应。所以刘裕啊，他在文化人面前，他在士族面前，他就有一种阴暗的心理，所以他需要杀人，需要灭国来为自己立威。这股戾气延续到徐仙芝，延续到刘义隆，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和当时的时代有关。北方是五胡十六国，五胡十六国在拼斗的过程中都是灭国杀君的，没有一个不杀。哪一个？前秦皇帝大秦天王苻坚。苻坚有一种统一四海的胸怀，所以他灭人家的国，优待别人的君主。因此在淝水之战以后，鲜卑慕容氏复国，攻占长安，羌人姚苌窥护自己的故国，派人杀害苻坚。所以苻坚呢，就变成一个妇人之伦的天大的傻瓜，被天下人耻笑。既然是这样，还有谁想效法苻坚的？没有人敢效法他。所以对敌国必定是灭，对敌手必然是杀，所以产生了这么一股戾气。那么虽然出身寒微，虽然从中原来的正统，晋的这个正统已经不再存在，但是刘宋所建立的这个朝代和这个朝廷和东晋是截然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里？第一，如果说王与马共天下，在南北四族共同扶植起来的那个东晋，我们给它下个定义，有点像协约国，它是通过协议来形成一个政权。那么刘宋不是，刘宋是通过军事力量为支撑、为后盾而建立起来的另外一种制度，那是集权的制度，这是其性质不一样。第二，东晋能够势力范围所达到的地方，也就是现在的江南和江北一些地方，西边就到湖南、湖北，襄阳经常被丢掉。那么刘宋势力所到，西起川中，然后到荆楚，然后到三吴，以及以南的全部地区。所以在整个东晋南朝里头，它的区域面积是最大的。可以说刘义隆宋文帝是从他父亲刘裕宋武帝手上
结下了一份巨大的遗产。那么同时也继承了他父亲生活节俭、勤劳处事的这么一种个性。所以这样一来呀，在刘宋的统治之下，加上刘义隆在位的时间又相对长，所以江南一带出现了一个非常少见的太平盛世。有句话说得好，敌国破，谋臣亡。历史上在辅佐君王夺取天下之时，往往也是谋臣性命堪忧之时。秦惠文王杀掉对秦朝有再造之功的商鞅，汉高祖杀掉战功卓著的韩信，而徐献之等人的死更是证明了君王多疑的秉性。那么多疑的刘义隆究竟会怎样对待自己的百姓呢？他对即位者又做了怎样的安排呢？我们看看古人是怎么评价宽厚，但是不放纵。因此在他的统治之下，那么民众赋税少了一些，江南社会得到稳定，文化经济得到发展，而且创办学校，提倡教化，所以在整个的江南江北南方出现了民安物丰的这么一种状态。古人对他也有评价。家父，这样一来呀，由于宋文帝刘义隆统治的这个时代，他的年号叫元嘉，所以这个元嘉呢，在中国历史上就和西汉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并称为中国古代的治世，被称为元嘉之治，这非常了得。只是由于这个宋是统治中国的南方，而汉唐是大一统，所以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中国人都知道，但是元嘉之治不太知道。但是这个时代历史学家就认为他可以比得上那两个时代。我们现在说元嘉之治的问题，说刘义隆、宋文帝的问题。那么宋文帝有哪些问题啊？我们说两个问题。第一，还是有一种自卑感，还是有这种戾气所造成他的猜忌这个性格。那么不但是曲贤之等人被他杀害，还杀了一个家族，这个家族是谭氏家族，其中一个著名人物叫做谭道济。这位谭道济，我们谈刘裕的时候曾经说过，历史上所谓的三十六计，
据传就是由他整理的。刘裕西征，刘裕北伐，谭道济基本上都是打前锋。而刘义隆继位以后，为了铲灭荆州的势力谢晦，灭谢晦的也是这位谭道济。可以说谭道济是宋武帝刘裕留给他的子孙的一道万里长城。但是由于刘义隆自己身体不太好，他担心哪一天自己一不小心就去世了，而儿子们又管不住身经百战的谭道济，所以没有任何理由，就是因为怕儿子们管不住，把他和他的几个同样能征惯战的儿子以及被称之为有关张之勇的几个部将全部杀害，不但猜忌属下，也猜忌自己的儿子，所以他在位30年的时候最后是被自己儿子杀死。太子杀他的时候，他正在和人讨论如何废掉这个太子，所以也很有意思，啊，猜忌过度。第二个问题，自大财疏。他接受了父亲这个巨大的财富，于是也想效法他父亲，北伐，甚至统一全国。但是第一，刘义隆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用以后我们要说到南唐后主李煜有一首词所说到的，何曾是干戈，你根本连武器都没见过，不要说战争。第二，恰恰是这个何曾是干戈的刘义隆却好作聪明，他想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学张良，但是全是瞎子分，军机殆尽。第三，他也倒霉，他所面对的北方对手已经不是他父亲刘裕所面对的混乱局面，而是一个强大的敌人。刘义隆最终还是死于自己多疑的缺点中，不过在他任内，刘宋朝也确实有了在这一时期少有的和平安定的局面。在他统治期间，一直都在继承着父亲想统一全国的意愿，那么在他看来，阻挡他统一全国的最大势力究竟是谁？在南方的刘宋朝进行和平建设的同时，北方又发生了什么？我们现在得回到北方。在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以后，前秦迅速瓦解，瓦解以后北方出现了由鲜卑族所建立的燕，复国了，我们把它叫做后燕，又有西燕，以及从后燕分离出来的南燕，另外还有后秦，这是羌人的，还有夏，这是匈奴别部的，另外还有梁，叫后梁，那是原来苻坚手下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他的儿子叫吕光所建立的政权，所以北方重新陷入了乱局。那么我们先说鲜卑。中国古籍里头文字记载这个鲜卑，首先是出自于国语，在国语的晋语里头曾经有一条材料说那个周成王的时候曾经大会天下诸侯，这个鲜卑的首脑也参与了这次会盟，但是由于他是东夷，不能登台，只能烧柴火。那么后来怎么样了？后来他逃，周公在平灭武庚的时候，由于这个鲜卑说跟武庚的关系比较好，他们出海逃难，一直逃到哪里？逃到大兴安岭一带，和当地的民族融合在一起，于是形成一个民族。鲜卑这和汉族在中原接触的过程中，他们宣称自己是皇帝的后裔，说皇帝一共25个儿子，分居在各地，其中一个小儿子叫昌邑，就被分在极北。这个极北有一个山叫鲜卑山，所以就以鲜卑作为自己的族名。汉人是鲜卑是一个整体，但是鲜卑也是由各个部族所融合而成，
给中国历史画下非常深刻痕迹的是鲜卑的三个部。哪三个部？第一，木龙部；第二，拓跋部；第三，宇文部。我们曾经说过，五胡乱华的五胡十六国有四个是由鲜卑族建的，包括前燕、后燕、南燕和南梁。但是这四个国，我在这里要补充，都是鲜卑族的慕容氏所建的。而慕容氏的一些著名人物，包括慕容垂、慕容克、慕容晃，那都是鲜卑慕容族的伟大英雄。而现在刘义隆所要面对的，这是鲜卑的另外一个部，叫拓跋部。拓跋部在十六国之中没有他的号，但是他已经有国了。西晋在风雨飘摇之中给了鲜卑的拓跋部一个称号，叫做代，因为他们活动在现在山西的北部和内蒙的南部。那个地方在战国时期是赵国的代所在地，所以给他一个号叫代，开始叫代公，后来叫代王，但是不在十六国之列。那么带领着鲜卑拓跋部，他们本来不要说跟汉族比，他的文明程度甚至落后于鲜卑慕容部。那么把他们带出原来的那种部落社会，进入到文明社会，把他们和汉族和中原文化结合得更紧密的是其中的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叫石一剑。如果我们把他的部名加在一起，就叫做拓跋石一剑。那么石一剑所活动的时期啊，正是前赵和后赵正在打成一团的时候。那么由于种族相近，地域相近，所以这个拓跋部他和后赵的关系更加密切。那么在石一剑刚刚出生不久，他的家族也是很显赫的，是拓跋部的王室，他的父亲是做代王的。结果他刚刚生下来不久，拓跋部发生内乱，他的父亲被杀，家中许多男子被杀。那么他母亲，这位伟大的母亲，把这个襁褓之中的儿子绑在自己的裤筒里头，他一边目睹着一场血腥的杀戮，一边暗暗的祈祷，祈祷这个小孩千万别哭，千万别吭声，你死与活就在这一下。这个小孩这个时候可能睡着了，结果没吭气，没吭气就流下来了。那个小孩躲过了这一难。中国古代有说，大难之后必有后福，这么大的灾难他都躲过了，这个小孩一定有大的造化。那么石一剑十岁的时候，拓跋部又发生动荡，但是这个动荡对他家族有利，他的一位同样逃脱了杀戮的哥哥叫做伊怀，我们全称叫做拓跋伊怀，回到了旧部，做了代王。当时拓跋部，我刚才说和后赵的关系非常好，所以把这个十岁的弟弟送到后赵做人质，同时也是去学习、去保护，并且陪同他一起去的。拓跋部去了多少人？5000户，几乎是一次不小规模的移民。实际上这个哥哥很有头脑，视为自己的弟弟，为拓跋部自己的家族保存着一支非常重大的力量。如果这5000户要出兵的话，一家出2丁，那就是10000人的部队。那么石一剑就被送到了后赵的政治中心，
包括相国现在的邢台，包括聂城现在的安阳，在那里和中原文化有了更密切的接触。八年之后或者九年之后，拓跋部又发生动乱，这在当时的拓跋部是经常常见的。结果石玉剑的哥哥拓跋一怀就逃到了后赵，逃到后赵，当时的后赵皇帝后赵天王石勒已经去世，是石虎在位，石虎高规格地接纳了这位来自于鲜卑族的兄弟，让他在相国在邺城观光，然后派出一支部队护卫着拓跋一怀杀回老家夺回王位，这个一怀又重新做了代王。这个事情很有意思，我为什么专门拎出来说，因为这一事件对于后来拓跋氏的走向具有重大意义。拓跋一怀在后赵所待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他建立了两个印象。哪两个印象？第一，对于中原的地大物博，对于中原的物产丰富，对于中原的先进文化，他有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对于后赵的国力强盛，他也有深刻的印象，感觉到如果能够依靠一个中原的强大的近邻作为后盾，对代来说，对他这个家族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这是第一个印象。第二个印象，他在后赵的期间和他的弟弟石玉剑也有密切的接触。那么这个时候的石玉剑已经不是十岁的小孩了，八年过去九年过去，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青年，他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看法，甚至对回国以后如何改造自己的国家，如何改造自己的民族，他有自己的感受。那么他的哥哥对他的这个感受特别的深刻，因此回到故国以后一年，在拓跋一怀去世之前留下了一个政治交代。那个什么政治交代？我去世以后，你们立即把我在后赵的弟弟石玉剑请回到我国，让他继承我的位置做代王，将来他一定带着我们代国走向昌盛。政治交代结束了，他也去世了。那么大家说这个政治交代管不管用？当然管用，但是会不会听？有些人会听，有些人不会听，有些人把它作为致命，有些人认为它是乱命。因此在拓跋族的贵族里头，上层里头就分成两派，其中在主流意见的认为，如果把石玉剑千里迢迢迎回来，那要花很多的时间嘛，在这个时间里头，在这个空隙里头，可能会出现另外的动荡，所以他们主张就地取材。因为一怀虽然死了，石玉剑虽然在外头，他们还有两个弟弟具有继承权，一个叫做拓跋屈，还有一个叫拓跋古。这个道理理由说起来很充分，但实际上真正的意义不在于说时间长可以产生动乱，而是对拓跋石玉剑的一种排斥。他们希望的是恪守拓跋氏原来的传统，他们担心石玉剑来了以后会改变，会破坏他们的传统，这就有意思了。所以说到这里我就想起两个字，哪两个字？海归。石玉剑实际上就是个海归，海外留学派。于是拓跋的上层贵族严格说起来也是发动了一场政变，
他们杀了一个人，杀了谁？杀了十一届的三弟拓跋趋。推举一个人，推举谁？推举十一届的四弟拓跋古。为什么他们这样干？因为他们认为拓跋趋有才干，但是为人比较凶狠，如果他在位大家都不安全。而拓跋古虽然能力看上去没那么强，但是为人厚道，如果他做国君，大家日子过得比较好。所以这也很有意思啊！每个人在选择的时候往往把自己的利益参与进去。但是十一届的这位四弟拓跋古非常了不起，他坚决不做这个大王，不但不做，亲自带着人来到后赵，来迎请自己的二哥十一剑回国继位，而且自己愿意留下来代替哥哥做人质。他这个举动令十一剑极其的感动，所以有记载说十一剑回到故都以后分一半领土，分一半财产给他自己这个弟弟。而且拓跋古这个态度也感动了后赵天王石虎。石虎在中国的历史书上没有好的形象，但是我要说我们的记载是有片面的。石虎也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有他的残忍的一面，也有他的道德的一面。所以听完兄弟两个的陈述，石虎把兄弟两个统统送回去，而且派军队护送。于是十一剑，我们开玩笑说这个海归派开始在拓跋部为大王了。那么他如何引导拓跋部继续前进，如何引导拓跋部走向昌大，我们下一次再